他马上没有学 Q 我。 这么难抓。 Enemy killing spree. <笑>就他那点血我都杀不掉。 他的经验吃的很多呀。不是你他妈把兵线拉到这儿，我咋过去？ 哇，这也给他 A 出来了！这他妈攻速血加致命节奏 A 这么快？这盲僧臭了呀！这盲僧失误了。 真别搞笑了，还峡谷千分呢！现在峡谷千分有主玩瑞兹的吗？峡谷千分都来了。俺老孙可会吃兽。
我打先锋吧。 真别逗我笑啊！对面还想接？哎呦，失误了这波。 这瑞兹都没蓝的，你别怕啊！嗯，这他妈感觉这把抓上是个错的呀，这他妈没蓝的瑞兹感觉做的事比他多多了。 这一技能用的什么意思？ 装啊，这武器！<笑>
这我肯定卖了呀，这。他失误了，他不该玩的。守一下吧。装逼呀、啊，这武器！勾啊勾啊勾啊！别怕，都没技能的呀。哎，完了，操啊！妈的，钱够了。他没闪现，可会失手吗？稳住！哇！你再想想，他们 triple kill。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啊，我差点钱，我拿住。 来得及，等下我大。 别打呀！那明显后面有人的，你也敢跟对面打？明显，你他妈上单一点脑子都没的，那明显后面有人呢，还敢打？真抽象啊！ 对面第三条龙完全打不了，对面为什么要接呢？打不过要硬打白送吗？哎，能不能来呀？你别让他这样做视野行不行呀？他这样子做视野，你都不给他压力的。 来呀，一起来呀！对面又没 TP 的，打，武器没 TP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开起来就赢，你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队友在怕什么，直接开就行了呀。哎，没队友来呀。守家吧。这队友是真不会玩啊，这队友直接走不就好了吗？来个人啊！现在有点出不去了呀，对面可以利用流浪大招偷的，有点出不去了。这艾克呆若木鸡，信号点烂了他都不看一下，对不对？确实你标记一下。得多买点真眼呀。这条大龙得拿下来，把大龙拿下来就不怕对面偷了。得把大龙拿下来。来不及了呀。